大奖开战在即，八频道率先送上最新劲爆内幕，应该是有机会的吗？是信心十足，好，首先我要感谢，就是完了。是虚心受教，不觉得我会拿这个奖项什么？他们都表现得不错啊，我很难选。是真情流露，我很多年没有拿这个奖了嘞。还是言不由衷，谁不想得奖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才是真情。3月19号起，每逢星期六晚上10:30，八频道《红星大奖2011》繁星点点，只有 Sisma 完整牙龈护理，让您有灿烂笑容，荣誉呈现。Velvy 让你年轻10岁，协力呈现。Sisma 中西调理抗脱发系列，荣誉呈现。